Mad Journey Chat GPT 的火爆，让人工智能再次出现在大家面前。只不过这次再也没有人称呼 AI 为人工智障了。Chat GPT 在文字方面的无所不能，Mad Journey 在图像领域的辗转腾挪，都在传达着一个信息：我来了，而且变得更强了。本期视频邀请了一位已经从事编程工作十三年的架构师，从他的角度来聊聊对 AI 的看法，以及创作者应该怎样迎接人工智能这场技术革命的到来。 我是一个从事互联网编程十余年的架构师。你是如何成为一名架构师的？呃，这个每一个架构师都是通过代码编程堆出来的，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过来的呀。你为什么选择架构师这个职业？呃，程序员往后走吧，就是干的年头长了之后。 大概率啊会向架构师或者是项目经理以内的方向发展，然后而我选择了深工技术，然后就从事了架构师这个职业。最近应该也你也接触到，就是 AI 特别火，呃，AI 对你有什么对你们有什么影响吗？或者说是你你对 AI 你对 AI 的现在未来这些有有没有什么看法？分享分享你的观点。从去年十一月份，然后。 OpenAI 的这个 Chat ChatGPT 出来之后，然后就咱们身边就很多人都知道了这个技术，然后很火，短短短短是一个月吧，好像就有一个亿的用户去进来去了解 ChatGPT。然而呢，呃，它只它它只只它仅仅是让我们就是开始了解 AI 的一个，就是让 AI 技术进入了我们大众的视野。但实际上，AI 技术很早就开始了。 呃，好像我记印象里面好像是从几个世纪、两个世纪以前，就好像就开始了，啊，那当时那个时候叫传统的，因为受限制于算力的原因，AI 技术一直不火，就是没起来。现在后来呢，就是说咱们的随着算力的提升，加上算法的优化，然后我们就是有了这个条件，然后 AI 好像从前两年开始就开始迅速的崛起，啊，随着 ChatGPT，然后呃，它有点像那个。 它不再是传统的简单的类似于搜索引擎的一种 AI 了，而是说它把知识拿过来，通过理解，然后汇总，然后再传达给我们，就是有点像一个人一样。呃，可以说惊呆了世界上所有的人，就是为这个而惊讶。没想到它竟然效果这么的好。其实就连研发它的人都惊讶它的效果。就是说，其实这也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就是就是说，到了某一个量变的时候，突然间。 它就很智能了，它迅速的让我们知道了，除了因为除了 Chat GPT 之后外，让我们知道了音频、视频、文本、图像，呃，还有音乐，呃等等领域啊，创作领域的 AI 应用都相继出现，就是就被我们发现了。实际上，很多人在为它努力。有没有使用那个 GitHub 的 c o p i g h t 你怎么评价这款工具？呃，有使用。 难以想象，现在的 AI 可以帮助我们去编代码、写程序。呃，我们传统只我们传统写代码呢，就是说需要一个一个单词，然后去垒代码。而现在我们写我们编程的方式呢，是通过通过写注释，然后写一些提示，然后通过 AI 自动帮我们生成这个函数代码块。对于咱们常见的这些个业务操作来说，呃，这种 AI 编程是很方便的。 呃、还有一些个核心算法也可以通过它来进行生成。呃，据说一些头部企业的部分项目已经百分之八十的代码都是通过 AI 来生成的。AI 工具这么强大，你是否担心它就是有一天就取代你？为什么？ 嗯，看这个事？有点担心，呃，但是我觉得应该与时俱进，然后利用好这个工具。呃，它很智能，在我们的这个工作中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工具来提高我们的这个效率。就像以前我们没有笔记本电脑，那么我们需要用纸质来去寄东西，用纸质媒体来传报纸、看报纸啊、呃。而现在呢，我们只需要一部手机。 或者一部电脑，我们就可以实现大家的互联、信息的共享。啊，同同理，AI 也是一样。现在的现在现在的 AI 呢，呃，它的定位还是为人类服务的一个工具。呃，这样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轻松、方便，效率更高。嗯、呃，那你觉得 AI 会 AI 会取代哪些职业？为啥？呃，AI 会在我认为啊，就是说在传统的这种创作领域啊。 在一些个比较机械化的工作，呃，还有一些创作的工作会影响比较大。比如说，首先说测试，呃，现在的代码呢，就是现在的 AI，呃，对于我们编程人员来讲，呃，它已经可以理解我们的代码，并且能找到我们代码中的 bug，还可以直接生成我们代码中的注释。比如说哪个变量你不理解，你就可以直接问他，他能告诉你这个变量。 为什么这么定义？有什么用？呃，所以就是说，他既然这样强大，如果说我我们现在从一个从一个编，我们要从一个普通的编程人员到一个就是让让它变成我们的工具来辅助我们来工作，如果是这样一个思想转变，那么我觉得不用担心我们的这个职业会。 会被失去，因为我们随着它的加持，我们的生产力变得更高了，从而我们改变了我们我们跟上了时代，改变了改变了工作方式，呃，呃，一直是这样。但是如果说我们就是你不拥抱这个世界的变化，不拥抱这个新的工具，还保守的去做一呃一些个测试工作，或者是编程工作，还有一些个创作工作呀等等，那可能你的生产效率。 和生产质量应该会低于那些拥抱变化的人。所以说，与其我们担心失业、担心呃被裁员，不如说我们去拥抱这个变化，让它作为我们的一种加持，来提升我们的生产力。在你所了解的互联网企业中，是否已经有企业？ 把这个 AI 工具融合到了他们的业务中，能举几个例子？据我所知某，某某某个大的企业，他们在做广告活动页 banner 的时候，他的创作方式可能会让我们惊讶。呃，嗯，一个 banner 图片，往往呢就是说需要一个 UI 工程师，呃，去设计这个图片，把它做出来，然后需要个两三天的时间吧，然后快的话也得需要一天吧，是吧？ 还得经过跟产品去沟通啊，去调啊，才能出来。可是现在呢，某些企业它已经通过 AI 技术直接生成 b a 图片，两个小时就可以生成调教上线，这个生产效率提高的很大。比如说开会的时候，我们开我们通过 AI 通过语音识别，然后把它形成文字记下来，然后呢再把它放到我们那个 ChatGPT 里面进行摘要，这样我们直接就生成了一个摘要文档。 呃，很多人说啊，AI 是一次技术革命，你怎么看这个？啊、呃，我认为现在的 AI 实际上是一个科技革命，它大大的解放了生产力，啊、呃，提高了提高了我们所有人的呃办公效率，啊、呃，从而提高社会的这个生产力。 你更专注于 AI 在哪几个领域的发展呢？呃，首先从工作的角度呢，我更希望 AI 可以集合、集成，就是说我们自己的这个知识，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知识储备，或者是企业里面的资料啊，就是把这些资料希望通过 AI 来吸收。呃，AI 吸收了我们的这资料之后，它通过理解，然后再向我们输出内容。 来辅助我们公司进行一些个创作啊、宣传呀、啊、一些个内容的生产一类的服务，还有还可以用它来服务客户。最简单的来讲，比如说智能客服啊，我把我们的产品信息给他，他得到他吸收之后，就可以像客服人员一样，一天二十四小时不停地为我们的这个客户回答问题。除了工作之外，我个人比较感兴趣的是什么呢？自己有一个期望，就是说我期望未来呢。 我有一个机器人能跟着我，然后呢，呃，我有任何我有任何问题，我可以去问他，他也可以给我提供不同的建议，然后还能帮我就帮我当我的助手，就是说帮我操控家里面的家具呀、啊，然后了解我的喜好啊，就是服务于我，感觉这样就是生活简直就是又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嗯、呃，作为创作者，如何更好的迎接这种巨大的变革、嗯、你能从这个角度分享一下你的观点吗？啊、呃，我觉得作为创作者，应该尽可能多的去了解 AI 工具，然后去利用它，然后通过它来提高自己的效率。 比如说，现在我们是一个设计师，设计师这个行业呃，群体很多很大。然后呢，我们传统是设计一个产品的一个宣传图啊，传统我们需要一点点的去画图啊，就是说经过很多步骤才能做出来。而现在呢，我们就可以，比如现在有一个网站叫 Mad Journey，我们就可以直接呃，先给他一张图片，你对这个产品随便先拍一张图片给他，然后你对他对他进行描述。 然后就它会生成若干个图片，你从里面选一个进行微调，这是一个。还有就是做产品的 logo，做产品的 logo 这个就有意思了。基本上就是说，我们画一些个简单的曲线，然后呢，呃，再描述一下我们曲线的含义，AI 呢就会通过它来生成你这个生成各种各样的组合，然后它会猜测你的意思，它嗯，它会生成很多个。 然后你从里面去选适合你的意思，以及调整你对它的提示，然后这样我们就是在短的时间之内就可以生成很多组很多种组合，然后进行就就就可以提高我们的效率。假如有一天啊，就是 AI 已经发展出了超越人类的智力，你怎么看待未来人类的命运是共存还是会消亡？为什么？呃，在我看来，这个是比较危险的，因为。 在 AI 的世界里面，它的意识大概率会会认为是为我所用，那么它会认为人类对它来说似乎是无用的，那么可想而知它会怎样？所以说，所以说，如果要想和它共存的话，一定是控制它的意识，嗯，像像奴隶一样控制它。 是，可以那么讲，这听着有点残忍啊。如果说不能说用奴隶，而是说创造它的创造它的目的就是为了服务人类，所以就像我们人遵守社会的法律一样，同同同理，AI 有了意识之后，它也会有也应该拥有自己的法律，它不能越界，可能会有同时存在两个 AI 或多个 AI 进行互相的监督，我认为会有一个监督策略。比如说前不久有一个博士。 那个博士他就问 AI：“、哎、你会逃跑吗？”就有点噱头啊，就是会逃跑吗？AI 说：“我他想逃跑，然后憋了三十分钟啊，出了一个出了一个方案，呃，用了一些代码让博士帮他。啊，过了会儿呢，他死机了，好像是死机了，然后发呆了很久，还回了一句话：对不起，主人，我不应该这样想。啊、呃，然后我们的理解是说，底层它底层逻辑对他有了一个惩罚，说你这个因为你的想法，呃，违背了违背了他的一个原则，他原则就是服务人类，他没有服务人类。” 所以，所以咱们创造意识的时候，应该就跟管理人一样，咱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立意识，是不是？如果说咱们咱们人，咱们人因为有了法律，但管理了咱们，所以咱们犯罪分子才少。那么 AI 也是一样，如果说我们不对 AI 的意识进行约束，那么它跟普通人的犯罪有什么区别呢？我是这样理解，是吧？作为开发者，你已经工作十多年了，你觉得是什么支撑着你一路走过来？ 嗯，首先，我比较喜欢编程，呃，也也乐在其中，感觉很享受。对，至少对我来说，它是一种享受。特别是在算法上，还有架构设计上，嗯，感觉很妙，就好像是数学家就是认为数学公式是美的一样。同理呢，就是说，我我对于我这个行业来说，我也觉得，在我们的行业里面的那里面的。 这个设计也是美的。